停！咁快啊！哦，等下啲車我揾。好幼稚哦！哎呀，好大的小的，两只手都抓紧，我们要准备开始。不行哎，没办法哎。只能工作啊，工作在。工作。哦，工作，对对对。对，是工作。工，你以为小飞好玩吗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疯狗。这边正在准备的是摇摇马，然后摇摇摇。要聊什么？聊说你们班上那个谁什么是吧？阿良，我觉得他很蠢的。他上个礼拜我吃便当，然后突然在楼梯跌倒了。你讲学校的一些事情。啊，学校。你讲。你知道库巴他在学校也都是这样子吗？你讲。我讲哦，他学校里面也都是一样啊，每天扮演一些很奇怪的角色，没人可以理解他。他唱歌的时候也都是一样，他就是有点奇怪的朋友，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啦。不会啊，既然我们都进了孙氏集团哈，那我们一定会正正当当做好工作。不会啊，我没有觉得怎么样，他很好笑啊。好哎，那就好，好了，够了。来聊一下昨天爸爸吃饭那一场。啊，昨天我爸就是找你那件事情，你有觉得怎么样吗？因为跟你爸爸讲话，毕竟是你爸爸，所以我就会特别想一下。但是还好你先开口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当时不知道怎么拒绝，或者怎么去解释这样。我会保护你啊。干不像，没办法哎，男人保护女人，天经地义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心，继续看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最大的，然后继续看啊，继续看啊。那我们等下去玩什么？那我们等下去玩什么？玩，你不想吃热狗吗？还甜甜圈。甜甜圈，先吃饱再玩。好，先吃饱再玩。那你等下吃饱想玩什么？啊，结束，结束。嗯，热狗感觉是什么暗示啊？他说的，不是我。他们听到前面，甜甜圈跟热狗更奇怪吧？两个都是都他女生讲的啊。真的哦。没有。